盘点沉香。我是一个退伍刑警，什么先接先罚的，我都不想去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帝君请回吧。好 ，OK 啊，了解了。我的嫂子家里的猴子。好 ，OK 啊，你干什么？元君，真是怪事儿，这地崖里面突然多出了一个池子，池子里面长满了莲花呢。真是万万来阴的，小哥哥妹，莲花开的这么好了，真是老兆头。好，行。我也不谦让了，我先上。好，慢点啊。我有眼力见吗？娶你进门了，这你规矩不懂吗？这个钱不能收了。元彬，morning 啊！你结婚你也不打扮一下，对我们的不尊敬。什么情况？你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弟子搭一下。你怎么爱上别人？到底是谁？跳！你到底是谁？Nice. 你就委屈的看着我，啊，好吗？然后爸爸就说话，爸爸就我说话，好吧？你就一直一脸委屈，啊？真棒，爸爸教你的一定记住了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动物园里面有什么？动物园里面有蝙蝠。还有。收了你好，收了你，怎么也收不掉你。难道我的法力是？天哪，法力都没了，怪不得我能御剑飞行。哦，天天我还回得去吗 ？Later。Nice。怎么演呐？没的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快跑！老王，三二一，开始！
蛋蛋啊，这半天说走走，别再进来，就他还不走啊，不能走，别进来。今天拍的是什么戏吗？我们拍的这一场戏叫做戏中戏，就是告诉你，那你猜一猜就可以猜。难受，上厕所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全脱了，真的假的？马上就会。有什么事吗？把手伸出来一下。我知道啊，你在想什么？连快短短的啊，录了也没用。他明明是36、37、38、39，你们就猜吧。这个听懂？鼻子吗？牛逼起来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再引导一下，确定。这都有套路吗？不是吗？那好，就这套路。环环相扣，一扣接着一扣，真的太精致了。我认识新的彼此梦。